成五半砖，给你半组。Yeah， 二零在家。我看到一个人骑马直接冲进去里面。二零在家哦。嗨，家里 OK 吗？没人，可以。有吗？刚看有人死掉了。哦，二零。有堵了核心。好。需要更多方块来堵。不够啊！先做个铁装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又来哦，波波又来了。哇，那里免洗了是不是？他那个真的很强呢，那个无敌。我先做个剑。没关系，我在前面就先。好、啊，波波用无敌了。波波已经来了，已经用无敌了。好、啊。那是谁在家里守啊？狂打他，狂打他，他打圆圆的。哎、欸，团团在家里守。他没了，他没无敌，他没无敌了。团团守护者吧，嗯，对，团团守护者。现在铁在哪里啊？洋洋手上。你要去黄金矿洞找洋洋。我去找你啊。是什么 NPC 的概念吗？寻找洋洋。十个铁要给的。干嘛？那个反正你那个门口也可以弄那个门，这样的话人家开门进来。够了没？开门进来。这个地图是谁盖的、啊？叫做饭团。哦，饭团啊，是火小火车吗？应该是小火车，久违的小火车。汤马斯小火车有印象。也是，他的 ID 也是那个。他是不是很讨厌矿工啊？怎么了？我一直在折返跑，好累哦。波波又来了，我砍了波波。一下，他用无敌，他用无敌了，他蛮早前用，有点，他有点尴尬喽。我死了！哇哇哇！那他们两个人，20也来，哇！我被20打了。哦，20也是暴食者哦。对啊，超痛哎、欸。哦，哇，难怪。那小心哦。嗯，好的、哦，没事。哎，我想一下哦。你们进攻的有没有那个啊稿子啊？这样才可以挖。有，我有稿子，可是我团团守在家里很难攻。好，那、本机是有要一起攻吗？还是我去？因为我一直可以免洗。哦、挖本机挖到了、哦哦哦哦。结果本机已经过去了。哎、又没铁了。哇，我是不是该再挖一点啊？挖一点。你有用金镐挖吗？你用金镐、啊？用黄金就可以了。那个我黄金换铁就可以了。嗯，哦，好好好。用金镐挖才更快。铁都给你，不是我金都给你。我等一下再过去找你啊。可。哎、欸，宝宝，宝宝，小心哦！二零还在家，二零还在家。他们在右边盖一条水路啦。宝宝已经去了吗？哦嗯，进来了，等一下，是了是了是了，睡睡睡睡睡，哦，这条是帮他们的啊，拆掉。如果我们要盖水路，盖最左边，这样才靠近他们核心。啊，被拆了。我有点想放一桶水在矿道里。二零还在他们家，二零还在他们家。啊，我被侦测到了。呀、啊！你可以微退出来，我正在往你那边跑了啊！可是我没有带技能书，那我十个黄金，那就拼打。我懒得分了，你都拿去吧。No, no, no. 他杀了你，我就可以把他杀了。这个声音，不行，我死掉了。但他们两个人。有，至少多一个，至少多一个。嗯、我没技能书啊，我损失十格，但其实还好，我觉得都不太会损失到关键的。哪里过来？二零在我们家，对对对，太痛了吧？还有那个暴食者，他暴食者发光喽，已经很靠近喽。哎呦，两下我就死了。OK 吗 ？OK 吗？繁星有铁吗？没。
啊，所以要我们要这边要有一些，还是你要拿黄金去换铁？也可以，一点点就好。嗯，多换基本技能书。那自己等一下哦，我们还没出门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挖个地道。你现在都还没？哎，包包在上面。哇！错、啊、包！哇，直接到楼上了。哇，他从上面来，对。哇，这么坏，不好守哎、欸。坏坏。啊，塔顶完全没想到啊。我是有想到啦，啊、是。会从那么高。坏坏。哎呀，多换几本，玻璃破了，我们自己也破。没有，我打的。好，我把一些铁放在这箱子，你们看要不要放在身上？哦，对啊，本机你要看在前面，先守一下，我跟哈基冲看看。哦，好，踹踹看。哎，他就到中间了。你到中间了，等一下，你刚不是在家吗？啊、他就我到他们家了，你到他们家了，先喊你回快。本期再有过去。啊，这答应是我的、啊这。这就像那个跟朋友出门吗？哎，我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然后对着电风扇在吹，我在骑车了。对。要多久？我看到你。快到了，有杂讯。有杂音吗？有风，有那个杂音，我快挂断了。太杂了。哦，冲了！这个很毁哦！冲了！你等我还没到、啊，你冲，我马上到。哎、欸，还有点卡。哎、欸，有第二个。你走啊！他也 boss 了，他也狂暴。我走，对不起，我走。他狂暴，哎、啊，你是被波波砍了。嗯，他跑好快、欸。没有，我就是过去把他砍了你。你在挖，好，所以我是先到没有错，没事。好，你头没有咯？还有头而已。哎、欸，还是本季也要来一波，三个人冲。他们现在好像还在家。我是可以啊。第三阶段，钻石矿。哎、欸，一阶中间、欸。波波来了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这个第一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看到波波了，我在他屁股后面。他要叠，他要叠。我在他屁股后面。哈基呢？啊，我在找波波，他是在楼上吗？还是在家里？是家里。没抓到他。先无敌，他先无敌。打上前面就好了。喂、欸，狂暴状态啦！哎呀，20，那就杀一个，是不是？最终要把他们守护的人给砍了，不断的杀进去。我先挖个地道好了，你一定要冲进去的时候，瞬间我马上开挖上去。你要给我什么？这个放在矿。泱泱绿宝石有几个啊？我们可以用那个天眼就不怕了。其实蛮少的，22。你这个马太胖了啦！你这个臭那个马太胖了。我矿都先放那个波波在游泳，波波其实都完全全裸了，很变态。变态，他有无敌嘛？啊，他开无敌，打我，那我给他打死好了。我没吃光。哎、欸，你有三个铁吗？波波无敌用掉了，所以他等于是废了。好，废波，死掉复活技能才会有啊，波波，太天真了。哎、欸，输在谁那？不要杀！不要杀！哇，狮子追着你，那你可能得杀。我不杀！我不杀！我跟他绕圈圈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我已经准备好。好，我这边要进去喽。好，你先进去啊。好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。好消息是我又忘了带书了。哎，我又忘了带书，所以我就拉打。小拉达，对，挖突袭战。我刚刚去挖钻石，忘记。哦，不是因为小拉达放在家里啊。哎，放在家里啊，没有这样我也没机会、啊。对，都在家。
团团要死了，团团要死了。哎，团团死。圣音乐。哇，这么快。还有波波。哎呦。哎。我把他家挖一些，挖一些。虽然我没有搞。挖一下，挖一下，挖一下。现在反正都还可以免洗去冲。啊，完蛋，我要挂。没关系。被发现了。啊，刚刚没有挖到一下。啊，铁又喷光了。你装备一次全喷，你那么衰？铁斧啊，又喷掉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，哇，这个箱子有点大密宝，要小心哦。啊，你这个，中间安全吗？团团心电感应知道我在哪里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也戴个高罩了。来啊，那三人中。好，帮我看一下包包在哪，有看到的话。他好，刚刚是在家里，现在没看到。二零还在他们家、啊，所以至少没事。二零，你约团团。嗯。凶啊！凶啊！只有我跟你，够了！哦，有，骑马赶到了，看到团团，团团撤，他撤了，我已经在进入饥饿状态了。哎，啊！我砍到你了吗？还有谁？不会，有，我可以杀团团，我可以杀吧？哎。有，我杀掉，交给你，可以再打吗？挖一下嘛，本金的挖吗？碎，哎，跳大块，关闭商店而已，还好。哎，不是我挖的，本金挖的。你原地叠，你跳大块，关闭商店，我在跳。跳，但我头没有复活，我在复活，来不及了。我跟本机在复活。有，哎、欸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。他们没在跳，他们觉得商店无差。键盘都坏了。那接个电话啊。好。你接。二零也跳，二零也断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巧克力。哎，巧克力，这个你拿去，有三颗钻石在里面。我不用拿。感觉交给繁星啊，繁星现在是密保守护的。谁有吃的？吃我这边有放牛排哦。你要吃的跟我讲，我们那个交易商人换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不，我身上有很多混沌之物。你好，那个三千三。我也要。三千三。什么东西？三千三。本机那边送什么？给我三千三。三块牛排哇，不够多。细胞呢？哎、欸，上面有东西、啊。什么东西？波来了，打把它打去。帮我，那我再请。哇，你刚刚怎么没有打？行、啊。本机是忘记关麦，是不是？对。打不到。等一下。杀掉。反应是身上没有剑那个、啊、剑彩。要多厚？不是啊，我想说你刚刚怎么没有第一时间盖上去打他？你 是没有方块？有啊，没有方块，他垂直往下挖、啊。然后，那把自己盖住啊。那个现在好像有一只 VS 88极限要插。不关麦的、啊，我靠！我先把它静音了。他是不是忘记了？我先把它静音。哈哈哈！伺服器静音。然、啊、后其实他跳下来，你怎么挖掉了？没有，就鼻子刚补太厚啊，他围在中间啊。哦，对耶，其实他想他一跳下来有没有一打他就可以把他打走了？对，刚刚应该要这样子。对，那我先给你多一点方块，让你。我的食物呢？键盘。我刚原用的。哎呦，口袋破了洞了、啊，钱掉地板了。好巧，身上没有东西。我的金锭有了，捡起来了。嘿，好，有，空投。
那我们走起，因为他也应该是用无敌摔下去，所以他的秒数又可以再少一点。晚上了，有我在你们两个人后面哦。他地主要活着挖哦。好，啊，你没关麦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刚讲完计划之后就关麦了。没有，你没有关。可是你没关，你没关，你可能按两次。哎呦，什么意思？我是把那个麦克风关掉，不是关麦。反正我们都有听到啦。啊，我知道，第一句话讲完之后就关了。哎呦呦，我未来未来喽。我在挖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喂，反团不行，不给。哎，可以挖，挖，哎，挖，挖起来，挖啊！